今天我们要来开一把非常非常好玩的枪，就是这一把 Realms 出的 AR-15。买了这把枪呢，当然还要再买其他的东西喽。我买了十组的弹壳，再加上原本它有附赠弹壳，总共就有11包弹壳。但弹夹部分除了原本有附的一个以外，我自己又另外买了一个，就在这边。所以总共就是两个弹夹跟330发子弹。那我们就赶快的先来开箱这把枪给大家看吧。好啦，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 AR-15， 那现在有点反光，就直接先拆给大家看。封膜拆开以后，你会看到原厂不是用纸盒，它是用一个枪袋装起来，然后这边有写 Realms， 那我就打开给大家看。看到这个袋子，我就觉得有值30000块的价值了。OK， 再来就是打开的时候喽。然后它里面有附一个产品使用须知。那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些说明书，然后这是英文版的，就先放旁边。哇，就是这一把 AR-15 包壳版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 M-LOK 的护目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握把的部分，因为这把是 CO2 动力，所以它的握把不像一般的 GBB， 它是可以更换其他牌子握把，比如说你可能要换 Macpro 啊，或者是 BCM 他们的握把，质感真的还不错。然后防火帽的部分就还好，一般般，上面有颗 Realms 的商标。枪我们先放这里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包里面装了什么东西。罐润滑油以及六角扳手，这应该是给你拆 CO2 用的。然后原厂有附你一个 GBB 的弹夹，那你就是把子弹一颗一颗塞在里面。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，现在还剩几颗子弹。那它的外形有点像 Macpro 的 PMag， 包30颗的塑胶弹。那就把 BB 弹放在这里，那这个我有另外买了10包，就不怕没子弹。然后这个东西应该就是给你套在这个上面，杂物包里面就没有东西了，大概就是这几样。整把枪其实我觉得还蛮重的，比一般的 GBB 空枪还重。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火控有没有什么不同吧。已经好久没有大部分解了，这就是它的火控了，可以看到它的出气槽从这边直接出气，就跟一般的 GBB 不太一样。然后枪机的部分跟一般的 GBB 也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先装回去。那大家应该比较期待看到抛壳时的样子，那我们就赶快到靶场，然后来打给大家看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靶场来，我们就是来打这把抛壳的 Realms 的 AR-15。 因为它这把是抛壳枪，所以说你在填弹的时候也要一颗一颗的装。那我们会带大家来看一下装弹时候的样子，那我们就先赶快来装子弹吧。好，那因为它是抛壳的枪嘛，所以我们就要一颗一颗的来装子弹。那它的子弹就跟装真铁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，从前面这样压塞进去，一颗一颗的装。它装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继续装。玩抛壳枪固然有它的爽度在，但就是装弹的时候就比较麻烦，其实这个也是乐趣之一。那装好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它这边其实是有弹簧，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点，你装满的时候它这边就会显示你弹容量还有多少个，就还蛮方便的。那因为它是 CO2 动力的，所以我们要来放 CO2， 就找一个六角扳手。那拿出来它就是这样一个套筒，我们把 CO2 放在这个里面，然后装进去。
这个孔位装进去了以后，右脚钻进。然后它灌气的时候，第一发它都会附近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是用空腔，然后脊髓释放的时候灌，它整个气就泄掉，所以我先上膛，上膛灌了以后，它腔肌就会自动先附近一发，然后这样气才没有都泄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打这把 AR15， 那我们一样会先打单发的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打连发的。卡壳。那这个大概就是连发时候的样子。连发的话呢，因为这把枪其实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后定，尤其是在连发的时候，这个状况会更加的明显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目前现在是没有后定的状态，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稍微来测一下初速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初速，它使用的动力是 CO2， 那我们使用 0.25 的 BB 弹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初速表现如何。它初速其实它的浮动还蛮大的，然后有一下有100，一下80，一下又90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它初速的数据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测试完，然后也打完了。其实这把枪我觉得它最大乐趣就是在它抛壳时候的那种感觉，怎么讲，跟一般的 GBB 的操作感以及乐趣是真的蛮不同的。那这把的售价其实说实在也不便宜，但我觉得它的质感总体来说还不错。那我们就再回枪柜那边跟大家讲一下这把枪吧。好，那我们从靶场这边回来以后，我们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一把 Ray Arms 的 AR15， 它的优点跟缺点吧。那我们先讲讲优点好了。优点呢，第一个它是抛壳的 AR 步枪。那就我所知，它是市面上目前我看到唯一在台湾有贩售的抛壳的 AR 步枪，其他牌子可能也有出。那如果有知道的观众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它的仿真度以及还原度，我个人觉得蛮高。再加上这把枪的材质用料本身也还不错，然后原厂它的后托以及握把还有前面的护目也都不是标配版的 AR， 都已经是改套件。像比如说它后面的后托，我记得应该是仿照 BCM 下去做的，然后它的握把很接近 MacPro 的 MOE 握把。那这个是我觉得它还不错的地方，加上它有得到原厂授权，你可以看到上面也有扣的壳子。那综合以上，这个是我觉得在我试完下来是它的优点。那一样东西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讲它的缺点。当我们在影片的时候发现它在连发的时候会有尿尿弹的情况，那再加上因为它的动力是 CO2， 它非常非常消耗 CO2， 大概一瓶的 CO2 小钢瓶我只能打2夹，
而且打到第二甲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的枪击附近已经没有到那么完全，而且你会觉得它有一种后继无力的感觉。然后第二个是慢动作的时候，可能大家也有发现，它在抛壳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塑胶弹壳很容易失手分离。那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可惜一点的地方，它的塑胶弹壳的消耗率其实非常非常的高，这颗塑胶子弹的寿命应该不会太长，所以那时候才有多买一堆的塑胶子弹来当备料这样子。那 Rayons 它出 SR25 的时候，它是有附金属的弹壳。其实 AR15 它这一把枪也是买到金属弹壳。那未来如果我再买金属弹壳的话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的心得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个人觉得这把枪的娱乐性真的非常非常高，毕竟它是抛壳的枪，抛壳枪看起来的视觉感就跟一般的 GBB 不太一样。大家如果手上有这把枪的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对于这把枪的心得跟想法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